Hello everybody, this is your friendly neighbor Lisa Foxy, and welcome back to Sword and Fairy, Together Forever. Alright, so without further ad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in here after we just obtained, which I would consider that would have been Biako, or Biako, I mean I'm pretty sure, I don't know either way how I'm pronouncing it. We obtained a tiger. And also we have some new ally here with us as well. But we are going to go on and continue on the story in here. Since it looks like we're trying to save people. Look like a nighttime raid we're doing. Alright. But we just knocked out that guy. 你们是白天的? 咱们小声说话, 虽然看守已经被我迷晕, 但动静太大, 还是会被其他人注意到的。 你们的家人被关在哪里? 我会将他们一并救出。 村长, 多谢几位好意, 但是仅凭你们几位少年, 是不可能对抗得了罗龙军的，请少侠们回去吧。原来这几年就是尔等一直在山谷外咣当咣当的敲来敲去。您和山神简直一模一样。 我就是山神，这几年来，尔等一直在此山挖冰晶矿，扰本山神休眠，着实讨厌。山神大人，小的名言寒，我等并非有意冒犯。言寒，听着，卢龙军人多又如何？ 没什么好怕的，这几个家伙虽然年纪轻轻，但着实有些本领。山神大人既然这么说，几位少侠，请务必救救我们。你说话竟然还不如御林管用。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带家人逃走。 但卢龙军把守森严，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几年苦功做下来，我们早已病痛缠身，又哪里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卢龙军的对手？严大叔，你们的家人现在什么情况？我们这些矿役，平时被关在卢龙府旁的营地里，营地中央有一座非常高的塔，叫什么神庭塔的。 远远就能看到。等您到了那里，请找一个叫严湖的男人，他是我侄子。好，您可有什么信物？这，我写一封家书吧。请用我的符纸和朱砂笔。我把情况 都写在书信里了，我侄子认得我的笔迹，他们一定会听从您的吩咐。烈风谷无人敢去，尔等可以去那里暂避风头。接下来就交给这些小娃娃吧，无事休扰本山神。恭送山神大人。严大叔。 路上小心，我们就此别过。姑娘，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没有。刚刚朕应该直接收拾干净。阿尤，严大叔他们是受害者，如何处置，还是要看严大叔的。 况且，善恶有轮回，若真的动手，或许会报应到他们和家人身上。
家人如此重要吗？对人族而言，有时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晴妹，怎么了？没事。卢龙府那儿的地形我比较了解，我来带路吧。OK。I see, okay. He can change his outfit anytime. Stance. Okay, so we do have a new skill. Okay, so I can give it to either one. So cute. Oh my goodness. The little butt wiggle. Jeez. Alright, let's feed our tiger here. Interesting. 诸位请留步。I think there's a map. Flying. Ah, 可惜我带的云骨用掉了。要不然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去。耐心一些吧，等到晚上再行动。不过这些兵营的部署有些奇怪，不像是屯兵，倒像是以那座塔为中心的阵法。晴妹，你能看出这是什么阵吗？从未见过。
这个阵法勾画得十分离奇，总觉得有种束缚之象。什么？嗯，修大哥说的对，感觉这里似乎是什么的封印地，或者想要束缚住什么。多的我也看不出来了。束缚？难道与风水地脉有关？尚不能断言，但那座高塔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阿尤，阵法古怪，可又看不出什么。你懂阵法？当然了，小晴会，我自然也得会。算了，此阵法既然一时不能搞清楚，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以救人为先。晴妹，你先将此阵法构造记下，等此间事了，再请教余霞真人。嗯，好。这组阵为何带有九泉灵力之气？在没有救到人之前，尽量不要和士兵起冲突，如果造成混战，波及到矿医们就不好了。I should take that advantage. And quickly. Right. 像这种秘密潜入，需要有高度的警戒、灵巧的身法、敏锐的判断，这可不是一般人做得来的。桑游，你到底夜闯过几次仙侠派？那个，先忙正事。
哪一位是盐湖？我们受村长所托，来救各位出去。我就是。这的确是我叔叔的笔迹，但军营内守卫森严。马上就是夜岗的换班时间了，换岗后我们会将此处到出口的守卫通通迷晕，你们趁这个机会立刻逃，只要到了烈风谷，各位就可以和村长会合，回到自己的家乡了。万一失败了，他们还会放过我们吗？以前逃跑的矿役全都被抓回来处决，别提有多惨了。贪生之人谈何自由。是啊，咱们和卢龙军拼了，若是成了自然可以逃出升天，若是失败，村长他们也不用再顾虑咱们，自己逃走便是。对，与其待下去只要是被折磨，大不了冲出去一拼。对，我们不能再这样了。就是，跟他们拼了。那我们行动。They can spot me. This guy is not trying to move. Try another way. 没时间乱走了，救矿业要紧。How am I going to get around this?先乱走了，救矿业要紧。That was a little risky.
like I can't get him this way. Maybe. Okay, maybe not. All right. That was lucky. Looks like I may have to take out every single guard. On it. There's two guards, I believe. Seriously. This is going to be tricky. So far, I'm not too sure about this other guard. Well, I see him.
There we go. Oh man. Knocked them all out. Assassin's Creed paid off. Oh, 可算把这些人都迷昏了。 躲起来，将军。叶姑娘，让大胡他们几人一组分散逃走，动静小一些，别惊扰对方。我们躲那边去。 继续撤，师弟，你和我去营帐那边探探，若有必要，还能抢占先机。好，我也去营帐那边。这扳指。 似乎在哪儿见过，将军，兵精时刻准备妥当。兵精时已备足，不必担忧。大阵所成之日将近，还望将军莫要掉以轻心，万无出错。这声音听着也耳熟，这个人我一定见过。放心。 我又募集了一批新士兵，等下他们就会驻扎到这军营。有增兵，那逃跑就不容易了。Oh great. Oh man, he's so powerful. 卢龙军听令，全部退下。
开。Self-regenerates?不甘心，我不甘心，居然在此。拿下他。还有。Second time, my dude got you.山神，前辈，我们走。将军，这是贼人身上掉落的。谢谢啊，我没事了。你疯了吗？这样胡乱来会白白送命的。抱歉啊，我刚才拖了后腿。幸好有修大哥在，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兄弟，大恩不言谢，若是以后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尽管说。我没什么需要人帮的。岩湖他们呢？此刻想必应当已到裂风谷了，我们去看看吧。阿尤，你怎么样？哎呦，疼！小晴，你扶我过去吧。阿尤。也没那么疼了，那什么，我们赶紧去找他们吧。啊，China，哎，小晴，你的香囊怎么没有了？啊，是那个绣着茉莉花和仙侠标志的香囊，我记得你从小就带在身上的。我回去给你找。不用了，恐怕是御剑时不小心弄丢的，那肯定找不回来了。没想到这一次竟会弄丢香囊，难道预示着……那你喜欢什么花样的？我再给你买一个。嗯，谢谢。
多谢山神大人。免礼，我既被奉为山神，自然应该庇佑尔等。山神大人不仅保护矿场免于凶兽侵袭，现在更是救了我们全村，小人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呀。凶兽？什么是凶兽啊？听说这几年来凶兽不敢侵犯这座山，是因为前辈您。我与此间闭关少说也有几十年了，不知所谓之事莫摊在我头上。严大叔，接下来你们打算去哪里？我们商量好了，虽然我们的土地和家园都被白家抢走了，但是我们还有双手双脚，不管到哪里只要肯努力总会有一口饭吃。是啊是啊，当年我们就是从中原来边疆开荒的，大不了再到别的地方开荒去。这样也好。姑娘，我真的觉得过去在哪儿见过你。我严大叔，你们还是早点走吧，现在也不算太安全，若是卢龙军清理出道路，很快就会赶上来了。好，多谢各位恩人们。接下来做什么？你们有什么安排？叶姐姐，方才营地里的阵法我已记录下来了，要给师父看看。你们要不要随我一起回仙侠派？我师父见识渊博，或许可以帮助解决你和修大哥的困扰。那就叨扰了。Still trying to get used to going to the map in here. Okay, there we go.倒是在长白山的时候受凉了，不然怎么突然感觉一阵寒意？还有一段山路要走，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不累，才怪呢！干了这么多大事，休息，休息一下。对了，小晴，我之前买了个好玩的东西，来看看。师弟是神人，力量同我们天差地别，可以后少不得要同许多人打交道。若他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也不好。我既然是师姐，
师弟言行不妥，自然要提出来。师弟，我有话要说。我知你是神人，上天入地不在话下，可现今你我共生，就算不情愿也只能接受，更何况你我皆志在城间除恶，亦是同道中人，有幸结伴自当珍惜。对方有难时不吝于伸出援手，而自己有难时也安心接受对方的帮助，这样才称得上同伴。我们没有你那么强大的力量，但你一定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我有需要你的地方，一定会说。什么什么？什么需要你呀？需要我的？桑游，白墨青，你们如有需要也尽管相逢。哎，行啊行啊，兄弟，说定了啊。不过叫名字多生疏啊，你就跟你师姐一样，叫我阿游就好。阿游，请问。啊？哎，不行不行，这可不用跟你师姐学，你叫她得叫白姑娘。白姑娘。修大哥这么喊我就行了。就是就是，小晴只能我喊。是吧小晴？嗯，好了，别修。Didn't mean to cut her off. I'm slightly accidentally reading faster than what was said. 修大哥。嗯？你看吧。要是我像小晴那样喊你，你也会觉得奇怪的。大可不必吧。不知能否帮在下这个忙？小师妹，你可回来了。师姐，让你们担心了。月姑娘，见过魏师姐，我与师弟想要拜访真人。嗯。小师妹，你快带客人进去吧。嗯，好的。站住！桑游，你屡次扰乱本门清修，早已被禁止入内，你忘了吗？大师姐，求求你，这回我真的有正事，你就让我进去吧。谁是你大师姐？我已说过，你若胆敢再往前迈出一步，小心我这口清风利刃。哎，他也是男的，为何他能进去，我不能？我和师姐不能分开，我们必须。停。我师弟初入江湖，掌门嘱托我要好好照顾他。既然如此，还请在门内遵守县下派纪律。一定。嘿，你个见死忘友没义气的，我也不想离开小晴啊。你这登徒子，再敢满口胡诌，休怪无情。哎，大师姐。小师妹，你别忘了门规。哎，秀武，你这家伙，你刚刚才说我有用得到你的地方，你会帮我的。阿游，快回去吧。可是我是真的有事要。张锦，Oh my！ 不进就不进。哎，
二师姐，您轻点啊！怎么动手不动手啊？Oh my！ 哦，师妹，那小子皮实的很，没事的。师父还在等你们，快去吧。Whatever you did bad there, don't do that again. 师姐，小师妹，方才为何又不用帮桑游的忙了？是他不守仙侠戒律在先，所以这回不能帮。小师妹，你回来了。小师妹回来了。之内要遵守哪些戒律？外客入内不得擅闯后山禁地，不得有轻浮僭越之举，其实都是些很寻常的规矩。那个阿尤他没有恶意的，只是有时候容易得意忘形，做点什么出格的事情。师门真厉害，吾辈修行就是为了除强扶弱。I don't know why, but I knew I'd find her. 这上面就是后山祭坛了，师父常一个人在这里冥思入境，所以很少有弟子来这儿。Can we just appreciate how beautiful the structure is? Tuai 见过师父。回来就好。晚辈见过真人，这是我师弟修吾。哦，这位就是。他在人界时间不长，尚不了解人间礼数，望真人谅解。无妨，修吾神将，凶手西渠是您所除。嗯，这凶手神出鬼没，难以除去，各派联手祖先盟仍屡教不灭。对于此等困境，神将有何建言？上古神兽皆由神界武灵之气所生，虽有弱点，但单凭人族之力无法除之。还有一事不明，据古籍记载，西渠等本为上古灵兽，他们何以突然出现在人间，并且变得如此凶狂？他们本就是天域囚徒，天魔女劫狱带凶兽逃脱，至于现在为何在人界，所图不明。天魔女，不知您对天魔众了解多少？天魔众以天魔女魁羽为首，为叛神逃亡魔界堕魔而成。叛神？竟然神界也有叛徒啊。天魔，原来有此寓意。贫道还有最后一问，请问神将此次下凡是受天地之令吗？此话何意？听闻上古三族大战后，天地下令绝地天通，若无御令，任何神族不得擅离神界。此后千百年，即便人界曾遭魔族侵袭，神界也从未干预。但这一次，孟章掌门称您和神子是神界派来对抗天魔众的，不少同道为之意外，故有此一问。真人，我们带回来一张图纸，是在卢龙府军营看到的奇特巨型阵法。
这阵法前所未见，仅能看出有很强的束缚之象，且规模之大，着实惊人。此事极不寻常，我会再去查阅祖师卷宗记载。真人，晚辈有一事相求。月姑娘是想说共生之术吧？想请莫请以传书告知于我。真人可有解开的方法？此术贫道之前从未听说，门派典籍中也并无头绪。谢过真人，我们也不便多打扰，先行告辞。那我送送你们。不用送了，你早些休息吧。月姐姐，我会去帮师父查阵法，有什么消息就传信给你。师姐，我们现在回明树门吗？桑游应该还在山道上，我们先与他道个别再走吧。师弟，我们之前与魁宇已经交过一次手，你那时没有说出魁宇的来历，是有不可言说的原因吗？因为你并未问过我。天师门真厉害。Place is so beautiful, I could like be here forever. It's so peaceful. I love places like this.And I kind of wish it was actually like this. 师姐，师姐，我偶然间得到一张藏宝图。小师妹现在在门派内哦，连真人都无法解开共生，看来短时间内，你我只能继续一同行动。不知能否帮我与师姐应敌配合，以日渐纯熟，同行并无不妥。算了，先去找桑游吧。小晴呢？去查典籍了。那个阵法，真人一时也认不出来。哎，这样啊。哎，对了，你们要回明树门对吧？路上小心，有空再来啊。OK.I do this all the time. All right. Here we go. Off we go.你们可算回来了，怎么样啊？没伤着吧？爷爷放心，此行一切都好。不仅如此，我们还将哈战前辈请了回来。哈战前辈？这是仙灵兽？乖孙女儿，你真是太厉害了。哼，小子。别高兴得太早。小子，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小子？你未几百岁，在我眼里同幼童无异。还有，若是你们固态复萌，本山神可是会随时离开的。想不到明树门衰败原因竟是如此啊。多谢山神愿意再给我们机会。
我现在才知道明术门族上做过这么多错事。唉，现在哈战前辈也回归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嗯，有你和修吾在，明术门重振指日可待啊。爷爷倒是不担心这个，只是族上先辈使用如此阴毒的束缚法术，戕害无辜生灵，悖逆天道。也难怪十几年前古柏会离开。古柏，他是明术门最后一只被束缚之术折磨的玉灵，也是昔年我的玉灵，与你和巧灵一起长大不同，古柏是我太师父那一代传下来的，在明术门的时间可是有百年之久了。15年前，你爹娘外出寻找玉灵，重伤归来，我耗尽全部修为，也没能救回他们。等我料理完你爹娘的后事，才发现古柏已经不见了。当时明术门只剩下这一只玉灵，所以我自然是把它当成宝贝割的看。唉，但没想到，想必是您灵力全无，无法维持束缚之术，契约被迫解除，所以古柏才能离开。嗯，孙女，你在外面走动的时候，记得帮爷爷多留意留意，兴许有机缘能碰上古柏。古柏是鹿灵，它眉长如须，左鹿角上挂着一个玉莲环，挺好认的。嗯，我记下了。哼，明术门凋敝，皆因你们作茧自缚，好好挨罚便是。被你们奴役的灵兽，既已离去，重获自由。还要找回做什么？难道还存着龌龊心思吗？我只是想向他表示明术门的歉意。哼，但愿如此。听说啊，长大了。一路远行累了吧，来，快歇歇歇歇。Wow, okay. So maybe we'll run into an old time friend, a spiritual friend, which is a deer. So I hope you guys enjoyed this. I know I did. Please remember to hit that like button and please be sure to subscribe so that way you guys don't miss out any content that comes out here on my channel. And, thank you guys again for watching. I truly enjoyed Sword and Fairy. I really do. I wish I played the other Sword and Fairy versions, but maybe I'll catch up in them sometime, just like I wanted to eventually catch up also with all the Yakuzas whenever I get back to the older versions of it. But until then, see you guys, and stay safe out there. Bye!